看王他老王，唱我们吧，在他们探在敌唱情吧。啊，我们先对，我只看他拨头发。我以为在拉小提琴呢。哎，关掉了。大哥，哎，大哥，这个，哎，那边，那边，那边，不是上面右上，右上，右边。我真的是开心果。薛凯琪其实真的就是，他是一个我遇到很少数可以经常时刻笑得那么开怀的一个女孩。喘气。太好了，我也想要了。他经常就是会笑到眼睛都眯起来的时候，你就一下就是被他也带起来。就是很开心，让我过得特别的舒服。我觉得我们四个就是捧着一个很纯粹的心态。比如说孟姐，她会聆听，她有很多自己的想法，然后她也很像我，勇敢地说出来，这个是我最喜欢的。我们每个人把自己那一句用说话的方式说一下。用一片面包解决你的不安，别担心，这世界不会再为你改变，只怕就任其消耗殆尽。我自己感受是，这首歌里的任何一句歌词，我都能想象中我生活中发生过的一件事儿。但就是一片面包，它到底是啥？我会觉得一片面包是什么呢？就是比如说啊，我失恋了，我受了这个打击，但是你会发现在第二天或者是当天会有一个别的事儿，还有你会发现怎么这么痛苦了，我还要能笑出来。哦，这个好。就是我这一瞬间，比如说我今天特别难过，但是我吃到了我特别爱吃的东西，或者那一瞬间我逗到你了。其实算是赵梦打开的这个开关，就是你可能经历了特别苦闷的一天，但是就那么小的一片面包，或者是然后吃到一个家里人做的饭，或者是喜欢的人给你一个，就是或者朋友，就一句话都能够拨云见日，知道吗？那你怎么哭了？啊，谁哭了？啊，你什么时候哭的？你的哭的点是什么？我觉得现在我们的氛围已经非常非常融洽了，每一天我们的情感都在递进。Sing a song, sing a song.我们在一起是那么的融合，希望可以提醒到整队，有你这个身份带动整队。好，你再给我们一个吧，这个。哪有人想要这个小车号？他竟然，我抢了，直接抢。对，我们剪开，我们一起带，变成一个爱心了。我们几个就像兄弟姐妹，非常的团结，遇到事情一起冲，一起去面对。这一次跟他们一起，让我有了就是以前的那种感觉，那种是出了学校进入社会以后很难得的。我们今天是最后一个晚上，明天晚上啊，明天晚上就搬出去了是吗？对啊。嗯。只是一个浅浅的一个这个形式暂时的告别，不要伤心，不要难过，我们的友谊不会有所改变。团队就是要有团魂嘛，就是我是一点点感觉到这个东西在
生长，几个人能在一起凝聚到一起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我觉得我们就是真的想要做自己，就在那一刻我感受到那种女团的那种感觉，然后那一刻就很燃，非常的享受能够这样子的和彼此融合在一起，红色就是一家人，这个不是一个人或三个人能做得到的，这个话是属于我们四个人的。
厉害了，自己整个视觉做得太好了，最后那个迷墙一冲出来，哇，我快眼泪哭出来了。今天天爱全程很投入，他有个动作是要做一个炫指的动作，今天这个炫指做得很完美，可以看到他的付出是值得去点赞的。我是队长赵梦，我是演员张天爱，你可以叫我薛凯琪，但我更是你们的朋友。我是郭采洁。我们今天上台之前其实还有一点紧张和担心，因为在前天我们考核小测试的时候，我们收到了就是一朵小橙花，这个小橙花是希望我们再接再厉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分成了四瓣带在身上，因为给大家拼一个了吗？ OK， 我们要怎么样可以让大家看见这朵花？哎，错了错了的，姐太难了。哇，和你成功。所以你们能看出我们的技巧和基本功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那英同盟的留恋队再次请到台上。还好你不要感染我的。好，我不感染你，我不感染你。你一说这